平静，我告诉你啊，今天啊，你的爸爸委托我们有请主角的这个栏目组，要送给你妈妈一个惊喜，就是来，你丈夫虽然有点笨嘴拙舌，平时不会说什么甜言蜜语，但是他真挺暖心的。今儿他给你备了一惊喜，备了一礼物。 而且呢，这个礼物需要我们现场方清卓老师的配合才能送给你。他呀，没有忘记他人生当中对你的每一个承诺。他不是说过要给你一个中式婚礼吗？然后今天我们现场荣幸地请到了方清卓老师来为你们这场婚礼担任司仪。感谢方老师。 我虽然没有主持婚礼，但是在这个幸福的人面前，我是非常的希望。中式婚礼，新人还得换衣服呢，然后就请晶晶到后台去换上衣服。好，请新郎杨爱新回到有请主角的舞台。 我问一下，今儿结婚了紧张吗？有一点吧。<笑>哎，你猜一下，一会儿大屏一打开，新娘子出来时候什么样？她出来应该好像还是我第一次看见在后台那个样，胖胖乎乎的，特别可爱。今天你在这儿要和晶晶结婚了，你高兴吗？高兴。那咱能不能把这高兴喊出来？我娶媳妇啦！来来来来来。 来，我娶媳妇儿喽！好，再来喊一次，我娶媳妇儿喽！好，现在呢，我们今天的新娘晶晶也已经准备好了，一会儿啊，你要到大屏那儿把她接出来，不到中间不许掀盖头啊。嗯，好，有请新娘。 自己先盖头的，哪有规矩这是？那我给你掀，不用你掀，没事，我自己掀。先坐，坐下来，坐下来，要淑女一点，淑女一点，放下，放下，这还能掀吗？对对对对对对，什么时候？什么时候能先得听司仪的？要听司仪方清卓老师。好。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亲爱的有请主角的现场朋友们，今天是个好日子，我方清卓受杨府和姑父的委托，要将这个良辰吉日送给两位亲人。今天我们为两位新人举办婚礼，好。 我们就拜现场的观众朋友们，你往这儿走，观众，哎，第三位重要的夫妻对拜。哎呀，好了，真甜蜜，开始掀盖头了，送别送别掀盖头。